雄才大略的曹操，因为继承问题，造成了文采灿烂的曹植和他哥哥曹丕之间的兄弟戏墙。才思敏捷的曹植曾经七步成诗，来点破这场人伦的悲剧。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中国浩瀚的历史洪流中，因理念、主义、路线的不同而引起的权位之争比比皆是。民国建立，中国却没有走向真正的共和，从南方与北洋政府对立，乃至军阀割据开始，有多少的兄弟反目？国共之争则更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寻找道路的迷茫，而继续骨肉相残，棋斗相煎。推翻清廷，民国以后的中国，除了在放弃帝制、选择共和上有了共识外，其他在理念、制度、路径上又误了多少呢？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千年的专制结束了。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走出专制的迷雾。民国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袁世凯则被清廷推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面借革命形势，在居仁堂逼清帝退位，同时又挟军力使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袁世凯得位后，不甘受国会最大党国民党之约束，乃行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于是发起讨袁二次革命。孙中山当然不是袁的对手。讨袁失败后，他从上海到台北，留宿于当时的梅屋夫，也就是现在的逸仙公园，随后去了日本。他依然没有灰心，还时时以天下为公和博爱题字赠人。这两个字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最钟爱的两个字，博爱。民国成立以后，国势如麻，诸事不顺。孙中山先生认为共和体制所有遭受到挫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是缺乏一个有约束力、有纪律的政党以及武装部队。第二个，孙中山先生认为，由于人民缺乏主义、跟理想、跟思想、跟论述，在这一方面，孙中山到处奔走，宣扬他的三民主义，其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维护其共和体制；第二个，恢复国会；第三个，遵守临时约法。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到上海，发表宣言，呼吁各方一致讨袁。袁世凯这个人呢，就其本身的思想根底来说，他是不具有像孙中山似的那种民主共和思想。他想搞军事现代化，但是他要培植一支完全忠于他、服务他的私人性质的这种军事武装。当他获取民国大总统的这么一个保卫之后，
他仍然把这个权位变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想复辟君主制度，复辟帝制。天坛是世界各国最大的祭天建筑，自明朝开始，历任皇帝登基时都要前去祭天祈福。袁世凯在所谓筹安会的簇拥下也到天坛祭天，随即着龙袍称帝，但是他的皇帝梦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83天。民国了还梦想着家天下，这不是最大的痴迷吗？而后民国北洋政府的掌权人则像走马灯一样匆匆来去，帝制从此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共和的权威荡然无存，只成了军阀胡闹的温床。在这期间，更有1917年张勋永溥仪复辟的12天。在此同时，西方的混乱也不遑多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自相残杀。战败的德国被迫退出中国，日本这头恶狼则趁机填补真空。1918年大战结束，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而这居然是英美和段祺瑞事先都答应的。他形同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得割地赔款。天下岂有这个道理？1919年四月，巴黎和会即将签署，英、美、法等国竟然答应对德合约内明定德国先前在山东租借地的矿产跟铁路均让与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号召3000余名学生齐聚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不久，全国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响应，抵制日货，打倒军阀，全面革新，救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最早的是，所谓的这个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学的就是造枪造炮啊，这个武器。那甲午战争就证明了，光学这个不行。然后戊戌变法的是想搞一些政治改革，没有成功啊。那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啊，但是呢又被北洋军阀啊这个窃取了政权啊，所以人民更需要的是一种思想的觉醒啊。那么五四运动就给人们带来了这个啊民主科学啊，而且呢把群众发动起来，所以五四运动在中国的这个近代化的道路。意义是非常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把中国的现代化从原来的制度层面的改革推向了思想层面的改革。当然就五四运动本身来说，在当时它也带有很大的偏颇，就他们认为呢，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对于中国固有的一些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五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啊，德先生、赛先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总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他所采取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方式啊，对于民族文化啊伤害非常的大，批判传统、砍断传统来作为这个迈向现代的这个手段啊，可以说是所得不能长期所失啊。作为救国运动，五四再度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
但作为思想运动，他们却仍是浅薄的，因为他们喜欢将一知半解的西方不同的实践路径照搬进来，遂将中国引入另一种混乱中。参与这场路径争论的豪杰人物包括李大钊，曾留学日本，北大图书馆长，主张以恶为师，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清朝秀才出身，北大文学院长，最新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之创始人之一。胡适，留学美国，北大哲学系教授，推动新文学，最新杜威思想及美国体制。鲁迅，北大兼任讲师，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作家，也是对摧毁传统价值贡献最卓著的人。五四运动它主要是应该说是从民国以来，或者说近代以来，它所集聚的一股追求民主的一种力量和合作的一个结果啊，在当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具有全国规模的运动。当然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思想、各种看法、各种主义的争论，有刚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三民主义也是一股很有影响力的思潮。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湾大学复原，当时参加五四运动者有一名学生领袖叫做傅斯年，他选择认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曾经代理北大的校长，后来跟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把北大的自由学术风气带到台湾。中华民族何其有幸，在中国大陆陷入教条主义的年代，台大成为北大自由学风的传承者。就是知识分子呢，他强调自己的独立人格啊，在这一点上面，台大的和北大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传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充当这个国家的栋梁啊，国家的精神脊梁这个方面，就是敢为天下先，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方面，台大也有跟北大类似的地方，所以在台大出现了很多富有思想性格的这种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波澜壮阔的，这些领导运动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群先知，他们知道共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家只有了共和的形，却缺乏了民主与科学这一实质的内涵。因此，他们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危机感，总梦想着一觉醒来，天下就会按照自己的构想变成理想世界。然而，这种急切的心理却已和清末的变法家与革命者一般，成了他们共同的迷惘。他们了悟到民主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却无知于该如何落实这些价值与理想，以为只要移植一套人家的东西就可以了。其实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又真比他们多领悟了些什么吗？这还真是中国现代化难解的问题呀。但无论如何，五四毕竟为中国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终将为社会带来重要的改变。而在变化来临前，当时的中国依然分崩离析，现实政局则仍然在军阀手中，陷入了更混乱凶险的局面。那乱象甚至超过战国和五胡乱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狼狈为奸地来剥削人民。
在此同时，创建民国的孙中山有感于民国建立后仍然无法国富民强，让人民安居乐业，于是有了深切的反省。他曾赞扬1917年列宁在苏俄的革命成功，认为应以俄为师，并派遣廖仲恺和俄国的岳飞签订《孙岳宣言》，开启了国民党联俄融共的政策。他也曾会见后来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瞿秋白、林伯渠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将国民党转型成列宁式的政党，以便用集中领导的形式来引导国家的走向。另一方面，他专心著作《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借以唤醒民众，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想之国家。这几年，他除了著作和演讲，最重要的就是筹划北伐，恢复被军阀破坏殆尽的共和理想，并真正开始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怒射澎湃，荡气飞舞，这是革命的狂呼。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分裂为南方的国民政府以及北方的北洋政府，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统，也各自拥有自己的国会。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始终脆弱，没有坚实的军事力量，靠的是南方军系的支持。这些军系时而听从，时而反目。中华革命党也缺乏自己的实质武力。孙中山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1924年6月，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俄人鲍罗廷为顾问，总教官是俄国加伦将军，周恩来也曾经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学生中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他们基本上对统一中国、铲除军阀都有共识，但是政治立场上各持己见。训练不到半年，1924年9月，孙中山开始督师北伐，以扫荡军阀、制宪、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当时全国民众的希望都在南方的广州，国民革命军取得正当性，因此后来北伐革命军士气如虹，所向披靡。但是孙中山先生的健康却是每下愈况。因为北伐的压力，北洋的段祺瑞政府乃谋南北和谈。1924年底，应北京政府之邀，孙中山取道日本，抵达天津，转北京议事。他向欢迎的学生和民众说：“那么令大家的立志来救这个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就很快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与这个列强并驾齐驱。”这个都是我所望的希望的。遗憾的是，他当时已是肝癌末期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他最后的呐喊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在给同志的遗嘱中，他叮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革命是指什么？用革命推翻了帝制，革命后的共和却是千疮百孔，还要继续革谁的命？同志又是指谁呢？国民党、国共联合？这真是个令人迷惘的局面呐。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移至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举国哀痛，
各界送殡人士达十多万人。一生为建立新中国努力的孙中山，也为自己留下了遗憾，更为中国留下了更迷惘的路线。或许只有他有能力可以带着所有同志一起努力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但是他毕竟走了。孙中山去世，原本与北洋政府议事之局又遭搁浅，中国依然分裂。蒋介石继承总理遗志，继续北伐，以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孙坚过世之后呢，广州革命基地的内部呢，其实这个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不安定啊。那么陈炯明呢，这个时候就发动了这个对广州革命基地的一个攻击行动啊。蒋中正这个时候的身份呢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但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打了几场呢非常漂亮的战争啊。这样子一个军事胜利呢，事实上也就奠定了蒋先呢在革命政府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黄埔军校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一个军队，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这个坚定信仰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呢，还有在这个时候，在这整个的革命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军阀的部队，原来是军阀的，这个时候呢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啊，这些呢都使得呢国民革命军呢在整个的北伐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进展呢相当的迅速。北洋军阀的当时的领袖奉系的张作霖离开北京，在返回东北的途中被日本人在黄姑屯炸死。那么到了1928年年底，张学良归顺中央，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16年的统治结束，中国实现了初步统一，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在北伐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插曲，那就是国民党的宁汉分裂与联俄融共政策的结束，因而导致了国共两党路线的分道扬镳。共产主义原本也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有鉴于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而提出的一种解决之道，马克思的这种主张为俄国的列宁所奉行。一次大战时，列宁在俄国建立共产政权，推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发动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第三国际，推动被压迫的人民起而反抗资本家剥削的革命行动。这股红色的革命浪潮也很快地传到了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跟这个五四的一个时代的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整个的环境里面呢，还是在军阀跟外国帝国主义啊互相勾结危害中国的一种状态之下，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所谓的列强对帝国主义啊是没有好感的，包括孙中山后来我们知道他的晚年的主张，也就是提出来了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打倒帝国主义。我认为那个时候啊，这些知识青年啊，他们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呢也成立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其实跟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是一样的，目标就是要追求一个我讲的统一富强进步的中国，目标是一样的，只是选择的主义路线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人少，就是50几个人嘛，而马克思主义很快要在中国传播起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有最先进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作为基础，还有呢，中国有非常广大的
农民的一个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起到1922年时以后，那么就走上了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这个合作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这么一个道路。这里是上海的新天地。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就是这一栋楼，目前是上海这个地区最时尚的地方。会中决议有3项主要的内容：第一，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第二，共产思想下乡，号召农民暴动斗地主；第三，依附于国民党以及革命军，配合北伐以及抵制日本的帝国主义。当时这个会址还是属于法租界，上海解放以后，这一带归区极静。改革开放后，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大量涌入，再加上一些懂得创意与行销的人来到这里经营，使得这里有了融合东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风貌。回到当年的场景，中共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一方面基于同为革命事业的伙伴，一方面也希望团结更多力量来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所以采取了联俄融共的政策，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时事演变，没2年，国共就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到了1927年，在国民党所谓清党的过程中，甚至爆发了极其不幸的412国共内斗惨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成员死伤惨重，从此双方也就彻底决裂，势若仇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来讲的话，就想到说我要学习西方的这一套，或者学习西方的那一套，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说自己所学的那一套是最好的，啊，于是呢，本来只是说为了解决中国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然后都很有理想性的提出一套构想，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基于彼此构想的不同，然后就开始起了冲突，于是就变成了一场惨烈的权力斗争。国共的路线斗争，也是再度把这个共同体的希望给它摧毁掉。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历史教训。当时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撕裂，从军阀割据到国共的斗争展开，特别是国共斗争，也就是连最有理想性的一群人都卷入了生死斗争中。中国的危机更深刻了，这真是中国的大不幸。这个不幸并不因北伐的成功而得到缓解，反而更扩大了。另一方面，所谓北伐统一也只是形式上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方是很小的，只在徐州、合肥、杭州、南昌这4个点所围成的一个区域中，也就是国民党控制的面积其实还不到中国面积的1/10。中国实质上仍在军阀割据中，并因此在北伐之后1年就爆发了中原会战。这一战也让望志兴切的人们开始对国民政府产生了失望情绪，因为国府并不能真正将中国团结为一体。尤其接着展开的国府所谓5次剿共战役更是如此，
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在这种内外交逼的状态下展开现代化建设的，而没想到还真做出了一些成绩。孙中山先生一生练之在之的就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他不是一个盲目的西方自由主义追随者，他了解到中国要走向民主必须经过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阶段实施。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蒋介石先生奉此为圭臬。北伐完成以后，军政告一段落，在党的领导下过渡到训政时期。当时有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是审时度势，认为那是必要的过程，因此支持蒋以党领政。国民政府也利用这个北伐完成难得的息养时间，加紧建设中国。外国学者也称这是中国动乱近代史上值得一书的黄金十年。黄金十年，我们严格讲起来，大概要一直到1933年、34年，他在对共产党的剿共战争啊，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啊，共产党的力量被压制下去之后，这个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进行所谓的这个现代化哈。第一个就是整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啊，收回晚清以来中国所失去的关税自主权。另外就是整理财政金融啊，比如说像废粮改元啦，啊，发行法币啦。当然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军事现代化。蒋介石他整理了陆军啊，建立现代化的专业军种。另外还就是建立空军啊，在杭州的笕桥，在洛阳建立了两所航空学校。到1937年年初，中国出现了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气象。这个长期以来这个争斗不休的地方势力，大多遵奉南京中央政府的号令。中国更统一，确保了未来抗日战争可以跟日本周旋，有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抗战力量。不止如此，这几年间，中国铺设了10000多公里的铁路，发展了航运，还推动了新生活运动，这些都让中国有了现代化的雏形。换句话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强运动失败后长期的迷惘中，还算是值得告慰的一段时间。现代化是要做些实事的，所以国府这段时间的攻击也不能够轻易抹杀。可是它也引起了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的警觉，而中国也真正来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口。日本侵华当然蓄积已久，不止甲午战后的并吞台湾和朝鲜，日俄战后东北侵华区也尽归日本，不久日本又占领山东，阻挠北伐，炸死张作霖，直到1931年918事变，日本终于占领东北，这真是步步蚕食鲸吞。1933年长城会战，蒋介石被迫签订塘沽协定，他忍辱负重，只为了多争取准备的时间。从此，冀北非我所有，危机至此已迫在眉睫，而大家也都感觉到了。918事变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高潮，啊，中国人当时的这种救亡图存的这种呼声啊，在中国社会里面就逐渐走向了一个最高峰。这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是要先安内后攘外，啊，而他不攘外，造成中国东北的沦陷，这是当时一般普遍的看法。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他虽然言之成理，这个想法虽然我们今天看也好像也都合理，但是有没有这个条件去给他实行？就在危机如此深重的同时，国共的内战也到了决死阶段。
原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在第三国际的指挥下展开了和国民党的合作。他们在面对北洋政府、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这三合一的敌人上，可谓合作无间，成功地发动了如上海、省港等多次大罢工，也成功地宣扬了革命理念，在政治战场上为北伐铺平了舆论的道路。但随着北伐的展开，国共路线的矛盾便开始加剧。1927年，国民党清党，国共于是转成仇敌，彼此分道扬镳，而中共也开始了他自己的现代化实践。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召开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决议三个方针：土地改革、武装反抗国民党，以及发动农民秋收起义。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也因此启示了共产党要到贫瘠的地方建立苏维埃农村根据地。于是他们，毛泽东以及朱德，向江西的井冈山挺进，从此井冈山以及瑞金成为红军革命的发源地，开启了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共称这个地方井冈山为胜利的起点。中共与国民党看法最大的差异就在土地政策上。由于中国大部分的土地都掌握在很少数的地主手上，贫农处境可怜，所以中共主张用暴力手段夺取地主土地，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这也是他们在苏区的政策。中共在跟这个国民党开始分裂之后啊，他们最初是走暴动路线啊，所以看南昌暴动啊、广州暴动啊、长沙暴动啊，这一路上暴动路线，在这些暴动路线都失败了之后啊，就是开始转进到了这个山地，也就井冈山这边啊，建立了所谓的苏维埃政府啊，那么就正式成立所谓就是苏区啊。那么蒋介石就在这个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呢，就立刻呢决定啊，要对这个盘踞在长江中下游这个地方的这个中共呢开始进行围剿，因为他所占据这个地方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一个区域，而中国未来的敌人是什么？日本。他认为中国跟日本迟早会灭，会有一场战争。那么在中国跟日本进行战争的时候呢，假如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又有一股反对政府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呢，势必呢政府会陷入到一个两面作战的一个危机啊。在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下，国民政府对苏区进行了5次的围剿，终于成功的逼使中共从苏区展开了所谓的25000里长征。从战略上说，国民政府一方面成功地清除了大部分的共党势力，另一方面也借着剿共的说法，成功地将国府的军力伸展到了川、湘、云、桂这些仍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因而大幅扩大了国府的统治范围，也为后来的抗战创造了战略纵深。可是在政治面上，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在他看来，如果对日战争无法避免，则基于国家实力还远不及日本，所以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如蒋介石在其日记上所说的，如苦负屈，含冤忍辱，对日本须臾委蛇。而对内则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所以一定要先消灭共产党，清除军阀。但是蒋介石的想法显然未能取信于当时的多数人，特别是在被日本铁蹄压迫的区域，人们愤恨难消，
他们认为蒋介石筹共媚日，枪口对内，纯属私心，因此国府在宣传上完全败给了中共团结抗日的口号。长征应该说是被逼出来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跟南京政府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不一样。国民政府认为要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就要仰外必先安内，红军已经穷途末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在哪里？就是高举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这个旗帜。长征让中共十多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华南华东的城乡实力付诸流水，后来落脚延安，在废墟中重建政权是艰难的，但作为向全国人民宣示共产主义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是成功的。民心向背，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天，蒋介石也准备发动总攻击直取延安，一举消灭共党。但日本气焰日盛，共产党发动舆论要与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时多数国人认为救亡压倒一切，因此后来的历史轨迹选择了共产党这一边。全国人民一直希望蒋介石尽速抗日，共产党也大力宣扬应该枪口朝外，团结抗日。但蒋基于国防实力不足以及内政为安，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而将军事重心用来围剿共产党。蒋介石的构想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到底是众人皆醉他独醒，还是他自己迷糊看不清方向？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构想前进，西安事变发生了。春寒似玉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华清池传说是唐玄宗偷窥杨贵妃洗温泉的名胜古迹，唐玄宗因此引来了安史之乱，国力大衰。相隔1200多年后，这里发生了另一件左右中国命运的大事。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张学良由于丢掉了东北，由于他跟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不愿意剿共。张学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立刻停止内战，立刻对日抗战。那么由于蒋介石不能够接受张学良立即抗日的要求，这样就迫使张杨两个人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和他的随从包括陈诚将军都在西安拘留起来。宋美龄亲自到了西安，见到了蒋介石，而且在西安和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致，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红抗日，这样才造成了一个团结抗日的局面。就是这样，
中国的历史转了一个大弯，国共暂时得到了一个妥协点。在共同抗日的共识下，共产党重新站稳了脚跟。而历劫归来的蒋介石也取得了空前的声望，因而奠定了他日后领导抗日的绝对威望。整个西安事变看来，唯一从云端跌落的就是发动兵谏的张学良了。他从此幽居空谷，难问世事。历史的吊诡总是令人心叹。假如当时的张学良追随蒋介石进行剿共，可能不出一年就可以大功告成。假如当时的张学良在西安解决了蒋介石，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假如张学良不随蒋介石回到南京，而继续选择拥兵自重，未来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面貌？一切都是无法解答的谜团，唯一可以解答的是，在西安事变中，有的人认为他迷，有的人认为他悟的张学良，活得比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久，101岁平静地回到了基督的怀抱。中国啊，谁看清楚了当前的局势，谁又能够预知未来的变化呢？对日抗战促使中国快速地重新凝结为一个共同体，这是从清末以来50年未有的局面。凝结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如此。当年我们在共御外侮的目标下团结，今天两岸是否也只有在面对外侮时才能团结呢？我们难道不能为了民族福祉这个目标而携手合作吗？这一座卢沟桥把中华民族彻底的连结在一起了。国共两党在民族救亡上找到了交集，但是各自仍有不同的立场与盘算。他们争的到底是主义路线还是权力，人民已经分不清了。至于当时原本是炎黄子孙的台湾民众，也被迫卷入了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决战，陷入了是为日本这个国家还是为中国这个祖国奉献的抉择。整个中国那时既是团结又有私心，既有醒悟又有迷惘。生尽管为着